道尖叫声，就让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来到现场了。欢迎麋鹿冰。Hello， 是我们又再见面了。嗯，对，这次是带来第三张个人专辑了。对，我们的专辑三人套餐刚刚发行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很简单，因为大家都这样熟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要我们问你什么问题，你自己讲。新加坡人喜不喜欢我们的专辑？ OK， 来，你回答咯。新加坡人喜不喜欢你们的专辑？希望他们会支持，希望他们喜欢。为什么这一次是三人套餐呢？是不是因为有人说你们三个人太瘦了，所以要吃多一点？吃多一点，所以我来介绍一下专辑啦。对，其实这个专辑呢，就是讲到生命中的酸甜苦辣，所以是用一个套餐来代表。对，我们就用我们的创作能力，我们的音乐来代表我们的感情，还有我们的 feeling。对，每一首歌都不同，很像一刀菜一样，每一首歌都是不同刀菜，所以希望大家都会欣赏，大家都会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三人套餐。是，从歌手变成厨师啊。对，所以你说不同嘛，里面专辑有什么不同的曲风，或者是吃方面有什么不同的讲法？有快歌，有慢歌，只要你听一下，你就知道有什么了，什么都有，酸甜苦辣都有了，各种滋味都有了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要请你们到旁边去准备一下，待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动听的歌曲。对，麋鹿冰的影迷们一定要多多支持他们，来喊一下他们的名字，来，一二三。OK， 不错不错。好，那当然下来要带来的歌曲呢，就是大家呢目前在可能很多地方都听到的一首主打歌《吃下宇宙》，掌声欢迎他们出场。Wow.